爱冰冰冰冰吐出大堆心跳人，期待袂见听春的人。黄昏天色渐渐变暗，心情如苍苍。为何看无心爱的人，害阮心茫茫？明明讲伊今日准时一定要返乡，无情鸟只啼啼叫叫，替阮呼唤你一人，着急袂去行村人。欢迎收看《台湾望春风》啊，中红高雄港，这是咧描写一个出旁诶，就是出海掠鱼的人了。对啊，啊差不多就要回来啊，爱人伫咧江边啊等几波，啊不是讲今仔要回来，哪未回来呢吼？讲莫讲哦，亲戚头路不是讲每一个人发到家呢。是啊，就有些行船的船哦，在海上做险的，有的人哦。你有没有听他讲有一句这个书讲到，这个路上一条龙，这个船上是一条虫啊。去到宾馆都因头因目阿妈都安俩拖生有人接过来，会认准嘛？哎呦哎呦哎呦，啊你会认未？老船长啊，你老船长我是专门拢认准的啦。现在讲讲，哎，今仔节目我一定让你听个认准，因为今仔真侪这个甲这个行船甲认准有关的歌。对对，跟行船冇关的啊。是，来介绍两条好听的歌啦。爱人是行船人，甲行船的人。好，来先欣赏一下。这位欣